掺目屎倒杯内。前途茫茫茫的心内，心情茫茫茫看大海，感慨感慨命运的安排，总是予人千万般无奈。喝醉着什么拢不知，前途茫茫茫的心内，心情茫茫茫看大海，感慨感慨命运的安排，总是予人千万般无奈。喝醉着什么拢不知，你这么贤检讨别人，你敢有检讨你自己？志文的婚姻不甲安尼啦，珊珊的感情嘛同款。你这个做妈妈要负上大的责任，你应该要知影，不是每项代志照你安排，就一定有好的结果。妈，你即摆是伫怪我蛤蟆嫁囝？你即摆甲我应这句吼，就代表我真蛤蟆嫁新妇啦。我嫁你嫁三十多年啦，同款嫁袂叮当，天顶的死，严氏的心甲透袂开。我都要用硬压，伊才肯听话，迄是不得已的。你若是同款吼，我用硬的吼，你才听有吼，卖用的啦。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我袂阁看到你讲一句，延续就第一句。我嘛袂看恁两个欺负家人啦。若是阁我看到，还是听到一届，以后你若卖来甲我讲什么恁二房的权益，有听到无？妈，你哪会安尼要求我？当然会用啊！你那费心，拢是大家呢。即马费心，予你母甲出去住。啊，嫁新妇的工课，你应该要担起。啊，搁有，这间厝是我讲的遵守，我爱你做啥，你就爱做啥。你若是唔肯吼，你会用去问清凉啦。你嘛会用等去后头厝住。我阁会用陪你做伙回去，甲你爸母解释，我是安怎要送你回去？我知影。阿嬷，菜煮好会当吃。好啊，我来洗一下手。今仔日咱林家一家三代，四个媳妇拢坐伫遮，恁每一个人拢是这家真重要的一份子。拄则我应该讲啥拢讲啊，希望你会用予我这老大人一点仔面子，从今以后大家和和气气，做伙过生活。我拄则甲你交代，你袂记？我无袂记诶啊，妍希，阿嬷拄则讲，希望咱莫阁有冲突，你应该愿意配合吼。我尽量。佳云，过去若有啥物无欢喜诶，你嘛莫放伫心内。恁阿姨甲妍希拢是好参详诶人，对无？当然。来，两个新妇有心吼，无适合食这個，你陪我食。
好吃。阿妈，你有教伊食就好。我今日早起去拜拜哦，拄到阿姨啊啦。伊问我一句话，真有意思啦。伊讲，什么叫做念头？你有啥人会回答我？念头就是想法啦，这也着讲。我认为念头就是欲望。妍希，啊，你讲嘞？我唔知。其实恁讲的拢对一半啦。这念头吼，这个念就是想法。啊，不过头，唔是这粒头，是头下的头啦。人若是甲想法吼，头下较好的所在，迄就是善念；若是甲想法，头下较恶的所在，迄就是恶念啦。一个念吼，无好无歹，好歹拢是人决定的啦。所以吼，人要想好想歹，还是要做好做歹，迄拢是爱看家己啦。妍希，这是阿姨啊，我讲给你听的啦。伊讲伊最近吼较无拄到你啦，希望你会用甲遮个话听入去。啊，你若有闲，就爱较常转去看伊，知影无？我知。话咧讲吼，叫肥肥啊，结好推推啦。虽然是一句口说人的话，啊，不过若提来吼，用伫个看有开的人生吼，嘛是会用的啦。人生吼，有通食就食吼，啊，巧巧人啊，叫做戆戆吼，嘛是一种幸福啦。恁甲看啦，我食到这就岁啊，什么山珍海味吼，唔捌食过啦。啊，不过煞会当因为食到嘉云特别为我准备的古早味的腊肉吼，就感觉心满意足吼。这种的幸福吼，是钱买袂到的啦。嘉云，你真用心哦。阿妈，你安尼讲，我听足心虚的。其实我是听笑伊讲，你想要食这個，所以才走去买。我这算是借花献佛。阿妈，我替你泡茶。唔免啦。啊，可能哦，我拄食饱，这血糖升悬吼，我感觉人吼，小可晕晕啊，酸酸，我先起来休困。我陪你起。饭堂提行李，你家己去看就好啊，哪着我陪你去？我爸到底有囡仔？安那，有囡仔就免食饭来吼。我拢唔知你这么疼惜新妇。你若是知影尊重我这个做大家哦，我会愈疼。小看呢，你哪开到这来啊？啊，饭店应该伫咧另外一边啊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无听着？啊，无你是臭鱼人了啦！都无代志啊！感冒规身躯，突然都无气力了。
开心。妈，这要变哪啦？先听伊话啦，叫伊有放咱一条生路，卡等下落车了后，再找机会逃走，哈。恁拢讲唔落来，是想要死伫车顶，还是我骑过死来？老车，老车，进来！您来，开！这条雷死的！我拢知影你是王延禧派来的啦。无安尼啦，讲一下行李，讲王延禧要给你偌济钱，我交陪给你。啊，你放阮两个人走好不好？唔跳，是把我动手。既然你是提钱办代志，大家好参详嘛。啊，你跟我做朋友，你嘛袂吃亏啊。要交一个朋友买单，至少买跳一下落去，安尼我回去哦，较好交代。妈，你跳啦！我是恁大哥，你叫我跳。你拄着在车顶，不是有讲，我若愈尊重你，你就愈跳啊。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呢。我在讲，我爸都带毛红姐囡仔。这悬呢，这跳了阮死的啦！我会甲红姐讲，你是要帮我母仔囝，我甲红姐会去找王延禧，替你报仇啦！我唔知你这心不过这样友好哦。听我话啊！安尼啦，我把恁两个做就决定，但我点着想，想跳了。有心你，玉如，伊比着你啊，那恁就较灵魂的啦。你放心，我甲凤姐、阮母仔囝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哈。你别过来！听到医师讲的啊吼，你阿妈身体状况根本袂食腊肉迄款重口味腌制品啦。你为着要求表现，母甲阿妈高血压发作，你根本你饲阿妈食毒，你知影无？哎，你莫骂大嫂啊，因为阿妈是大嫂伫咧临界的万应公呢。阿妈若是有三长两短，伊伫咧临界的日子嘛无好过，所以平时点。就知影大嫂是无心的，啊，不过想过大意，确实真的，这我就无法度找理由替伊解释啊。这件代志确实是我的疏忽，等阿妈的状况较好，我会去向伊请罪。你吼，你上好求神拜佛啦，不比阿妈无代志啊，啊那无，你就是临界的罪人啊。安怎？妈这么轻，安怎？血压已经降落来啦，医生讲吼，好加再紧上病院，啊那无，脑血管病吼，就无好啊啦。佳云啊，你知影讲，恁阿妈本来就高血压，啊身躯带有一挂老老的慢性病，食物件要特别注意，你哪会这么无细腻啦？爸，是的，其实我买腊肉之前，我有问过营养师。营养师讲，伊阿妈的身体状况，只要卖过量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所以我怀疑，可能是腊肉有问题。我暗算等下要甲腊肉摕去化验，安尼才会当查出吼阿妈血压欠悬的原因。吴佳云竟然怀疑腊肉有问题，伊若是真正摕去化验，代志就歹收煞。吴佳云，你找营养师是毋是无计较啊？我哪有可能凊彩去问一个人啊？我请教是永信医院廖营养师，你伫永信医院做过公关，你应该真清楚伊的专业是值得信赖的。就算讲营养师无问题，啊，不过营养师讲阿妈的身体应该会当食腊肉，你就真正当作万无一失，替阿妈的身体做试验嘛。对啦，不管腊肉有啥物问题，
你莫摕阿妈遮唔对，什么代志拢无啊？是我做唔对啊，是呢。好啦，即卖是追究责任时阵啦。我赞成甲腊肉吼摕去做化验，顺续带恁阿妈去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伊身体这么大的反应，以后才当避免同款的情况再发生。爸，化验啊，甲阿妈的身体检查，我会马上去安排。唔免啦，永兴医院等于讲是严氏的后头厝，互伊去做，我较安心。对啦，会晓的人抢去做吼，叫骨力啦。袂晓的人抢去做吼，叫计较啦。你嘛留一块机会予妍希表现，莫啥物代志拢要抢出头啦。爸，那安尼我去找主治医师，替阿妈做检查安排。好，赶紧。明珠啊，咱入来看妈。好。哎，等下，你要创啥哈？阿妈无想要看到你啦。美腊肉的店是老字号，腊肉嘛是真空包装，产品若是出问题，可能是真细。敢讲是我伫咧料理的过程中出啥物差错啊？检查的结果安怎？报告拢按先交予我，袂当交予任何人，你知无？是。是安怎？阿妈身体检查报告袂当先予别人看，敢讲你已经算准，这份报告会出现奇怪毒物反应。无适合阿妈食的物件，对阿妈身体来讲就是有毒。这份报告顶面的数字无可能外好看，所以我拍算要摕报告。甲主治医师研究了后，替阿妈配一套适合你的饮食计划，安尼你嘛有意见咯？你应该不是想要利用你伫永兴的关系，对这份报告动脚手吼？吴佳媛，你真正足卑鄙的！你害阿妈才一点仔中风，你搁要拖我落水啊？拄则我来这的路呢，我已经甲腊肉送去化验啊。我相信化验结果出来，就会当真相大白。假使你无想要让厝内底的人失望，请你即马老实承认，你到底伫个我给阿妈食的腊肉内面下啥？我唔知影你伫个讲啥。拄像我家己伫个反省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怀疑我家己可能伫个料理的过程中出啥物差错，所以我用手机软体看厝内底的监视器，想要找出问题。结果。竟然让我看到你伫个腊肉面店动脚手，王妍希，你普通是针对我来就算，是安怎这边你为着要伤害我，竟然拖累阿妈，请你解释清楚，你到底伫个腊肉内底下啥物物件？啊，若无这件代志关系到恁家的安全，我会把这件代志讲出去。请你解释清楚，你到底伫个腊肉内底下啥物物件？啊，若无这件代志关系到恁家的安全，我会把这件代志讲出去。吴佳媛，你这个查某心机敢袂受动？表面上接受我，想要得到我的原谅，啊，不过结果呢？其实你伫个提给我，甚至伫个厝内底倒监视器来监视我。我无遮尼无聊伫个监视你。监视器是百姓是怎么有着厝内底安全，专工叫人来盗的。结果想袂到，头一遍用着，都是因为厝内底出现内鬼。好啊，既然让你发现，你即马拍算要安怎做啊？我要知影事实，我知影你对我充满怨恨，啊，不过就算讲你要替天顶报仇，你的目标应该是我，为什么要对阿妈动手啊？因为你会当伫个林家怀咧行。拢是因为你替阿妈做靠山，吴佳媛，你唔知我，我对你怨恨偌深。我大概看到你，我想要直接把你打死。啊，不过我无安尼做，因为你替阿妈做你的护身符，
所以我无法度出手。而且我搁要扳倒江宏杰，所以我搁需要利用林家的资源，我才会一直忍耐到今嘛。我若是无这个顾虑，吴佳云，你早就无伫个家。你的意思是，替天顶报仇，是你留伫林家威的理由？无唔对。啊，若无你就是讲，我甲你同款，爱靠巴结过日子是。我留伫个林家，就是为着要毁掉你，甲江宏杰。就算你甲我毁掉，又搁安怎？敢讲，你就会袂记你的伤痕啊，你就会袂记你的不幸啊，这甲你无关系。我即摆巴肚内底有囡仔，所以我无法度去坐天顶。啊，我只要我受着，天顶一个人高高大大，伫另外一个世界，我就唔感觉袂死。所以我拍算要让你甲江宏杰先上恁石楼。啊！恁两个人做金童玉女，去阴间风台天顶做天顶的使用人。既然你搁会替你爸内底囡仔设想，你就无应该做这款损人不利己的代志。我叫你一只大嫂，你都真正认为你有资格驾驶我心？这个是我失手，败在你的手头。啊！不过你千万唔通认为你把我赶出林家以后，你就会当永保安康。因为我离开林家以后，我无需要再拄着阿妈，到时阵我会想出其他的办法毁掉你。所以即马，你若是想要逃，你就逃；甚至你若是想要报警，嘛会用的。哥哥，我离开恁家，去予人掠去关尔。你真正就是讲我唔敢报警？是啊，因为你甲吴佳文讲话拢是假圣女，各种发生光，为着要保持你有度量的形象，所以你若是今麦帮我刷，我嘛袂感觉意外，因为你就是这么假的人。若无，你今麦打电话报警啊，紧报警啊，叫警察把我抓走，安尼你的危机就会当暂时解除啊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对你的宽容还够有忍耐，竟然害阿妈面对生命安全的危险。王彦希。我即摆认为，予你关伫个监狱内面，想予清楚好好啊振作，顺续甲江宏杰即个歹人保持距离，安尼才是伫个帮助你，保护你甲囡仔唯一的方式。文英姐，这个伊啊，你千万唔通报警。监狱内面的生活唔是人过的，而且因是排这个巴肚入去，会真辛苦。爸，你莫求伊，我就想要看这个查某会当跟我比到什么绝路。你这个查某囡仔，那这么歹代志，亲家妈对伊这么好，你竟然搁对伊下手？南市蔡主任偷偷跟我通知，我搁唔知影讲你糊涂到安尼。亲家姨啊，真正是的，是我这个做爸爸失职，无道感恩师。对秀芬内面救出来，不过我会继续打拼，才你给我一次机会来帮助妍希。我甲你保证，以后绝对袂再发生这款的代志。爸，我无做唔到代志，你莫甲伊费心嘞啊！吴佳云，你一定有报应的。对即摆开始，我会照常当纠缠你。你想好行好，莫无说你跋倒，甲你的囡仔摔掉去。你家己嘛是伫要做妈妈的啦，哪会讲出这么恶毒的话？你即摆马上甲亲家爷回信嘞！我无爱，吴佳云嘛要送我家囡仔去坐牢，恶毒的人是伊。你到即摆阁无承认唔对心，好，你唔肯回信嘞，我替你回。亲家爷，请你看着。我这个做爸爸的份上，原谅妍希。妍希的人生已经够悲惨嘛，伊若真正有两亿块，伊就真是无回头路啊！拜托你，爸，做唔到代志
是吴佳云，你唔免搞伊回事的啊！你死都唔认错，我当然替你回事的。亲家，你唔通安尼啦。请你原谅阿四，啊，若无我保护那边，把头举起来面对你。吴医师，请你即世人拢会记得你有一个遐尼替你设想的爸爸。你做的所有伤害家己、伤害别人的代志，拢等于是伫咧伤害伊。今日我是唔敢看伊安艰苦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一遍的机会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搁做出伤害厝内底人的代志，我袂搁给你任何机会啊！吴佳云，我不需要你的原谅，我一定跳破你家人做的真面目。爸，爸。那吼，来，好好，豆豆去，豆豆，哦。哎呦，啊，有好真济啊啦，啊，你免烦恼我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干那想着我以后袂当搁食腊肉，我就真郁卒啦。哎呦妈，身体较要紧呐。哎，这摆是你好运诶。救护车皮要紧呢，啊那无吼，你即马也无法度直接甲阮讲话啊啦。阮以后要甲你讲话吼，爱用跋杯啦。明珠啊，讲一些歹格调的话。我是你提醒嘛，叫伊卖提起啦。不要紧啦，明珠吼嘛是关心我，我知阿姨无歹意。妈，反正你平安无代志就好啊。小兰吼。赶忙报告出来，得当回去啊！啊，明珠啊，最近妈爱吃饮食，麻烦你特别注意哦。我知影啦，你应该注意的吼，是你的大媳妇佳云呐，伊为着要巴结妈吼，什么肉骨、瘦骨的物件吼，拢讨妈吃。人来啊啦，你紧念几句啊啦。我这个做阿姨吼，无想要顾人玩。阿妈，佳韵啊，因为你的疏忽，害阿妈都在鬼门关前走一遭。关于阿妈回事嘞？什么？哎呦，无代志啦，身体是我家己的啊，我本地啊。家己都要有自觉，无道理吼，搁拜托别人替我注意。这届是我家己爱吃，袂去怪佳云啦。哦，老妈，你是爱修行佳云啊呢？啊，原谅都叫做行哦。那安尼，这个家哦，我相信的人应该就是你啊。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。叫佳云要做啥物代志，进前吼爱想清楚啦，唔是吼靠说你，互伊靠，佮想要创啥就创啥。雪兰妈，我知你惜佳云啦，啊，不过该念的时阵都爱念啦。进前天兵的死，就是因为佳云受轻敌大意，才会造成这个无法度挽回的悲剧。即摆佫是因为无说你，你才会倒去食。等林家敢会堪要几摆即款致命的错误？对啦，妈。这不是一句原谅，跟伊准都算呢。我看吼，是佳云即卖有心啦，囡仔当你大啦，所以伊做代志吼，都无用头壳好好想看卖啦。我看以后安尼啦，你食的物件吼，搁交予妍希来处理啦。妍希若出面吼，病院营养师搁会较盯紧，袂乌白来，安尼你的健康嘛较有保障啦。好啊，你有甲佳云提醒就好啊啦。啊，恁两个人伫个遮，一人一句安尼细细念，我要安怎休困啊？恁拢出去啦，老佳云一个陪我就好啊啦。啊，搁有吼，我食的物件吼，无需要其他的人来处理，照平常时安尼就好。无喏嘛，老佳云一个人伫遮，我袂放心嘛，无。
我去叫严师姐来陪你。唔免啦，你拢出去啦。啊，无你好好休困，阮来看监察报告出来未？好。哎呀！对啦。委屈吼，其实对家蔡主任已经偷偷啊搞过熟悉了。阿妈，你敢知影？你因为一个善念，甘愿替严师担起圣人的责备，你的宽容甲慈悲，让阿妈感觉真安慰。啊，你莫名其妙，让别人甲你责怪。感觉真艰苦，对无？委屈，感觉着委屈。阿哥上委屈的是唔甘你，阿妈是的，因为我你去受着牵连，我阁袂当讲。放心啦，阿妈哦也真勇敢啦，而且阿妈因为食着你替我准备的腊肉。心情甲即摆还阁真好呢，阿妈笑笑吼，唔通艰苦。你爱相信阿妈，我看会出来，妍希伊个本性袂歹。你即摆所做一切吞忍，绝对是有价值的。咱做伙来期待妍希甲万魂放下，重新开始的一天，好无？报告，你来啊！才讲无时间陪你，你接电话听起来就这么哀怨。我无来陪你，有这一个要哪用的？你倒这么大泡，你陪完呐？慢慢啉就啉了。报告，我希望英安，你能把你的时间弄好。我需要你。你想怎啊？心情不好？你若是会当陪我加啉两杯啊，我心情就好啊。你慢慢啉，无需要对我打。你做人这么凶，对身体不好呢。告诉我，你也是会当对我较关心的。就是讲，我逐天对死在你的身躯边，我嘛感觉甘愿啦。你今天哪会这么敖塞奶的啊？你要给我礼物嘞？来，阿哥买。这支钢笔我用真久，我认为真符合你的气质。希望你能用这支钢笔来签股权让渡书，赶紧离开蔡瑞。怎呢？摕到蔡瑞名下的股份，不是你即马上五万的代志。是啊，啊，不过甲股份比起来，我较重视还是你。今日我打电话给你，你甲我讲你有礼物要送我，我咧约几工，想讲你会给我啥物物件，想袂到日子冷冰冰，啊，其他阁无联络温暖的钢笔。其实我无需要这呢。那安尼，你需要啥物？譬如讲衫、鞋啊、裤，还是领带。不一定爱食贵重的，
只要是会当把你的心意穿在我的身上，这就是我上好的礼物。啊，不过这支钢笔，买当放在你胸前的口袋，就参像我逐天弄在你心肝内同款。可可，假如你也是真正重视我，就应该用全世界人讲我是你的大伯了。这么像一支。放在身上的钢笔会当代替。你今日到底是安怎啦？一点仔拢无像迄个骄傲、搁有自信的江宏杰呢？应该是讲，是你愈来愈无参详过去我所熟悉迄个 Coco 啊。你是不是通甲我讲，你过去对我迄个热情走倒去啊？我唔知影你哪安尼问。哥哥，你是不是对迄个律师有兴趣？迄个律师是凭倒一点会当跟你比啊？敢真实？当然啦。那咧，我应该是放心，应该是怀疑啊。钱哪，哥哥？可能林修勇啊，有淡薄仔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对。我人无够爽快，我还得搁去想恁妈，我先回去啊。可可，你是要回去饭店了？是啊。那恁我陪你回去。唔免啊，你还是较早回去陪恁太太。我陪你回去，明暗我想要伫个底下。我无想要造成你的困扰。可可，我念袂到你的想法，这才是我上大的困扰。我对你的心意，你上清楚。啊，不过你安尼总是反起反倒，我今日想要提一个肯定的答案。我无想要拒绝你，啊，不过今仔人无爽快。我想要好好照顾你。敢讲你唔相信？哎，我无甲伊人逼我，你莫安尼啦。我今仔真正无得陪你，我先去陪啊。哥哥。手机那真是对煞歹去的，哥哥，我无代志，你免管我了。你开拢开袂知啊，我送你转去，我袂念偌济，我正清醒。唔免。来。江董事长。请你把人放落来。如果是你，无你的代志，我要送客户转去。这是我的工课啦，免麻烦你啊。我请问你，你是要用什么身份接客户转去啊？
第一，你已经结婚啊，你无适合送可可回去饭店。你害可可加判一条妨害家庭的罪名。第二，老周董看我就敢那客兄同款，心动对待可可也敢那查某囝同款。伊两位当处长的交情，可可算是我的小妹，我袂当看到可可，我的小妹叫人欺负。请你把这句话收回去，我并无欺负可可。啊，当然啦，查甫人伫迄个时阵拢会讲疼惜，毋是讲欺负。啊，不过对我来讲哦，不管你用什么理由，今仔日哦，可可我一定要找到。不管你用什么理由，今仔日哦，可可我一定要找到。对。你不爱领我，我嘛是袂走。你是爱我拜托省党，请你放人，还是打电话给恁某，请伊再回去？倒一种较有下明处，你家己选。叫小虎吼，若是有机会啊，就欢迎。你会知影，我们那是叫小虎。我来是介绍过去，有蔡韵如绑在身边，这律师早晚就把可可抢走。那呢，之前我甲可可经营的关系，都全部拢白了工啊！多谢。你头敢过会行？有较好啊！多谢你来替我解围。你哪有法度这么紧就找到我？其实哦，我人伫咧附近。啊！你拄好嘛有传位置给我，我才找到你啊。恁会当确定我一定有危险？咱两个人见面无几届，你会这样话确定会给我，就已经足奇怪啊。啊！我接电话的时阵无声音，搁雄雄断气断到莫名其妙，我的直觉跟我讲，你出状况。万一你判断错误咧？我袂判断错误。聪明的男人确实吼特别迷人，啊，不过嘛是有缺点。什么缺点？特别歹怪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介意的查某囡仔？你即摆已经安全了，你是不是爱给我一个基本的礼貌？多谢你，啊，不过那安尼，你嘛欠我一声实礼。有啥？因为你哦，实在是足歹怪，一摆搁一摆，害我拢唔知要安怎出手啊。你哦，摧毁我女人的自信心，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回去？啊，时间无早，你也是紧休困，我先等你。现在这么暗吗？你我房间离开，会去用误会呢。我拄才送你入来到这嘛，三分钟。我若是过无出去哦，你更加会去用误会。那安尼，借我五分钟，不准记住。你，嘘。这么温暖可靠的胸膛，借我听一下。你是不是搁咧认为我一定搁想空想胖，咧又怪你啊？是，因为你讲的话哦，总是让人感觉，不知是真的还是假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只有安尼我才会当生存落去。偏偏我身躯边的查甫人，
因拢分袂清楚，倒一个是真的，倒一个是假。因敢若想要看到因喜欢的，因想要看到的迄面。你著好好做你家己就好啊，安尼就袂这么忝啊。我即卖就是啊，我需要挖苦，需要疼惜。一直做一个女强人，一定用我上侪时间甲气力。足可惜的。先生，因为你的心跳到即摆一点仔拢无变紧的，不过安尼嘛好啦。安尼，我借这五分钟，麦当做了较安心。无找到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夜里面一丛这么大丛，无可能安尼无代无志都消失。恁敢有认真伫找？有啦，派去的人已经找过一轮啊。啊！不过因为风台的关系，风雨真大，吹起来有较困难。我不管啦，就算讲把整个海边拢变过，拢爱吹到啦。好啦，我会交代你去。对啦，这件代志绝对袂当让红姐知影。找到叶丽梅，不管是生是死，再来做决定。赶紧吹啦！好。我无唔对啦，我个解释是为着要多早个自然反应。每一个人拄到这个问题，应该拢会安尼做啊。是叶丽梅家己运气无好，袂当怪我。王姐，你回来，食饱未？我食过啊。我妈人呢？伊甲朋友去小酌啦，伊讲伊啉烧酒，若啉较晏，就要直接去饭店困，无要回来啊。伊敢有讲甲谁出去啊？无啊，可能是甲伊进前伫咧龙华底的朋友去的。袂用的，我还是紧打电话回去，叫伊较早回来。红姐，妈真无简单，有迄个心情出去啉烧酒，你即马打电话给伊，敢袂受过扫兴啊？这么晚，无可能有人来啊！敢真正是叶丽梅回来？应该是妈回来，我来开门。啊、我开门就好啊。严重啊！怎么跟你拍鬼耶？无啦，是风吹啦，可能是我对我门无关好，风吹啦。我听总讲是妈回来啊，原来外面的风这么大。红姐，我等一下打电话给妈关心，提醒外口风大，莫乱啰嗦啦。你莫烦恼，先去洗身躯。我是要安怎困？
我会耳塞。蔡玉如。蔡玉如。像你的头发外口。蔡玉如，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凶，把我杀下去，害我死到这样脆鼓鼓，我死到这么惨的呢，我不甘愿啦，你还我的命来。玉如啊，王姐，你的堂在外面，惊一个人嘞。咱兜都这么贵，哪有可能有人会惊这堂在外面？不是啊，是鬼，是拜鬼。拢看，啥物都拢无啊！玉如，是毋是你做恶梦啊？我做清醒的，我拄则明明都看到，我毋但看到，我搁听到鬼在讲话，伊讲，伊讲啥？我将你惊着，听无清楚啦。玉如啊，你家己望去看，真正啥物都拢无。你卖家己吓惊你家己好无？都算讲真正有鬼，伊嘛会找害死伊的人去讨命，袂找对咱遮来。紧睏好无？我拄则明明看到伊的脸面形影，听到伊的声音，感觉伊真正吓死啊！所以走倒来找我讨命。蒋玉茹。你敢打电话吗？有啦，伊讲伊无代志，你莫烦恼啦。袂用的，还袂证实叶丽梅是生还是死，真正无得安心嘞。看，明仔载是家己走一撮去看卖。这个山坎这么高，深到见不着底，叶丽梅安尼下落去，就算讲无马上死嘛，一定会冻伤。佮加上风台天，风雨这么大，叶丽梅哪有可能有机会活了回来？哪呢？我昨暗拄到遐奇怪的代志，就有可能是迄阴魂不散的叶丽梅做的。叶丽梅。是因为你的金孙才把你杀开逃走的，我无唔对，你莫来找我！你莫来找我！你莫来找我！玉如，你是安怎啦？王姐，你哪在这？我还阁想要问你嘞，你哪在这？因为有人打电话约我来这。有人用你，是啥？我嘛唔知啊。对方甲我讲，伊知影甲林狗关系密密，要甲我讲，我唔才会来。蔡玉茹，你来行到安尼啊？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就是来到这，感觉这足偏僻的，我唔才想讲，约我来这的人，是毋是甲伤害我的人是同一个人？我就愈想愈惊，唔才想要紧离开。王姐，你哪来这？是不是对方嘛打电话给你？不是，我是来找我妈的。找妈？找妈哪会走来这？其实是我昨昏迷茫，我忘记着，我妈是伫咧这出代志。啊，因为迄个房正清楚，我精神了，我感觉正不安，我就来车开的。
得到迄个梦中会即个指示，去开来遮。是阮无唔对啊，即个所在无唔对啊，是奇怪，阮来做番遐奇怪吧。叶软，是关怎啦？他有鬼面具！无啊，哪有？啊！我怎么明明都看见他有鬼面具，现在怎么无去啊？你是不是因为这阵啊，你一直感觉有人要害你，所以你压力真大？快点，我连明星带你去看医生好不？好，好，只要当你回家，你去等等我。玉茹，拄才医生讲的，你冇听到啊？伊是怀疑你的精神出问题，所以以后你就想要食就食，想要困就困，莫胡白乱想。后边复诊时再来看下你的精神状况是不是较好，好无？我无问题。医生的诊断你也听入去。我家己的状况我真清楚啦，我真正无安怎。啊，不过你半暝安尼不爱困，疑神疑鬼，讲讲什么？你有看到鬼影，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我想讲你是有心较敏感嘛，情绪无啥稳定。啊，我拄则你伫外面，你坚持讲你有看到什么鬼面具，这就无啥正常啊。玉茹，我感觉你应该是有幻觉啊。不是，我真正有看到鬼面具。你看会到的物件，我看袂到，这不是幻觉，无这是啥？玉茹，你哪变到安尼？刚刚是王医生给你上大的压力啊，还是你有什么代志问我？我总袂当甲洪杰讲，是因为我骂才摔落去，都唔是。既然你也讲袂出原因，你就要听医生的话，安尼对你的精神状况比较有帮助。你唔通袂记，你即摆巴肚底有咱个囡仔呢，阮妈嘛真期待这个囡仔出世啊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讲你对阮妈有意见啦。所以我看到你创治阮妈，你看我嘛是讲急点点。因为我相信讲你会有站在的啦，创治还创治，你莫听讲伤害就好吼。你莫一直跟我讲你妈的代志啊！你即摆先较冷静吼，医生有交代，你袂当伤过激动。你要做啥？要打电话给阮妈，但你即马有心需要人照顾，阮妈为了一工干唔去找朋友，拢无照顾你啊！我要叫伊回来啦。唔免啊，若唔是真重要的朋友，伊应该嘛袂家己亲身去交代，你着让伊去啦，唔免催，我会照顾我家己啊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你妈都有讲啊，咱已经结婚啊，伊会当开始有伊家己的时间做想要做的代志。阿妈想要安怎就安怎啊，你莫甲动啊。所以即摆你嘛会替阮妈设想啊？哦，我是无希望你夹伫咧中央，你歹做人啊。嘛好啦，反正我拄仔靠阮妈，伊也无接电话啊，无就等伊家己敲电话转来。正廷，你哪来？是刚刚爱我来接你转去啦。是啦。我公司阁真侪代志爱无用个啦，你将转去我袂放心，我毋知请郑婷陪你转去。哦，咱行啦。
当处长，干嘛人呢？ 你是去上课，主要时间真用。煞唔知影真用，为遐尼关系所在摄落呢？啊，唔着好加，即个下骹手啊有够大张，啊那无恁母啊，早就往生去啊。我知影啦。知，知你一个乌仔汉子，你敢知影？迄天伫咧海边啊，地缘讲吼，两个想无爱跳一个落去，蔡英如随话头叫我跳落呢。伊讲吼，伊巴肚内底即摆有你个囡仔，都爱我跳落啊。我讲你阿爸一定会替我报仇。 伊安尼对待我，你即马叫我留伫咧病院，阿莫亲像我唔当，你即马是头歹去啊！妈，我知影讲即马你真生气，啊，毋过计划就是爱安尼进行。佮再讲即马蔡英如听讲你已经死啊，所以伊真心虚，我就是要利用伊的心虚，让伊的精神慢慢啊出问题。啊，有问题佮我当安怎啊？哎呀，妈，你袂记啊？咱进前对于动手失败。 也是要报警，告诉讲伊啊，精神状况是正常的，警方就会相信你讲的话，咱就真歹下手啊。若是讲即摆伊的精神状况无正常，安尼就较好办啊。我就是要爱大家莫相信你讲的话。啊，医生证明。我已经带去看医生啊，嘛开始伫咧病院留记录啊。医生只要讲有效，就是有效。所以，我就会一步一步，家己比较起效。好啦。 安尼嘛好啦，上无我毋免阁去引导甲应付啦，你着好好照顾你迄个小某哈。我知啦，啊，毋过伫伊无命进前，我想要想看卖啊，安怎利用伊即摆即个病情，来洗清我的罪名，然后将妈你所受的委屈全部偷偷转来。 好困啊！我无甲伊病院药水面，我想要洗身躯啦。对啦，正晴，我即阵仔胃口较无好，你去替我买一寡青草小菜。好，我先去买。 我感真正精神状况有问题。谁啊？敢毋是我目睭花？ 是我害死叶丽梅，心虚，现在开始产生幻觉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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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。久等。好的，小姐。多谢。麻烦我一杯黑咖啡。就当是，平常时咱就喊在咧联络，你来想想什么找我？当然是有生意想要介绍给你啊。哦，跟我保证一点趁钱。当然。那安尼就请你指路啊。心痛的，跟阮爸爸伫咧生意上合作遐侪年啊。我最近听讲，你摕到心痛的委托，你暂时做着伊的代志。安尼表示讲，伫未来咱有正大合作的机会。顶一代因所合作的这个默契，我当然希望会当阁继续延续落去啊。我知影老酒档的即马人阁伫病院咧静养，啊，毋过你要接班的风声，我乃无听伊讲。只有家家人我一个后生尔，阮爸爸事业无传啊我，是要传啊啥物人？是啦。你安尼想嘛是真正常，所以我决定啊，伫这个时阵，我要宣布接班。我要所有伫咧生意场顶头的人，只要想到永保集团，同款的想到我，周永成。就当说，你要宣布这么好的消息，你应该是爱通知记者，哪会找我来？这跟咱要讲的生意，跟有啥物关系？宣布接班这件代志，当然动作该愈大愈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是咧烦恼啊，有一挂人会认为讲，我只是一个享受做工啊晒的阿婶，所以我希望会当得到你的支持，将我撒去你世界集团董事长一个位置。阿婶，你真有志气。只要你发答回答我三个问题，我就听你。会用的啊。头一个嘛是上实际的问题啦。你有偌济世界集团的股份？我并无任何世界集团的股份。啊，不过永保集团逐年拢会趁钱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假使哪会当好好换世界集团，所有的股东绝对无一个人会吃亏。这是你的理想，啊，不过不是我的立场。我若是无记唔着，江宏杰有世界集团20%的股份，你还没比起来，赢面真小。你要我支持你去得失伊，安尼敢无想为难我？只要你若是愿意支持我，我绝对有办法说服其他的股东。你敢是讲担当？是。好，那安尼续落来，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啊。之前我带叶丽美去跟你小心对峙的时阵，我会记担当有提醒你，家内事若是管袂好势，是无才调管公司的代志。问一句较实的话，请问你跟你小心的代志，敢已经处理好势啊？若是还袂？你凭什么认为你有才调最好担当的？就算讲担当的看到你妈的面子上支持你，那那林志明，你顶下说好林志明，你唔叫赢面。你和林志明是大世神，林志明这个人又阁是听报出名的。啊，不过你反背你的太太，你想伊敢会甲你斗相共？就当是这样，你面色免这么歹看啦。我即马是伫和你讲证书，唔是伫考试。你想要动用关系，请一个董事长的位置出来坐，这当然会用。啊，不过你得要先把关系拍好在啊。照即马安尼看起来，你用我去面进前，啊，要把这件代志想清楚。我有绝对的自信。我是永保集团的董事长，等阮爸将来若是将事业放下我以后，我笑破颜开，每一个人拢会甲我买单。好，所以落来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啊。
你敢真正是老酒档的接班人？无唔对。啊，不过真系讲我听到有淡薄仔出入吧。因为伊讲的也无准算。酒档所长啊，你真正足友好的呢。boss 还搁倒伫个病院，你起码伫个外口报你家己局要接班，而且搁甲可可小姐讲白话。boss 哦，若无先甲公司交代好啊，伊醒过来的时阵，伊个江山也输呀，毋知变啥物款。你这个小律师，莫就是讲你摕着几份物件尔，就是要做皇帝？好啦，你小看下去啊。我严格讲起来算是关机尔。只是讲吼 ，boss 哦，甲恁酒家大大小小的代志拢委托我，就表示讲无信任你，伊家己来检讨。酒档，你拄只甲话讲啊，遮尔啊好听，那你即摆是毋是来回答我？你到底有资格做老酒档的接班人？已经回答你啊。我当然有迄个资格接班，只要我想办法解除你代理人这职务，阮爸所有的生意就会转来到我的手头啊。好，那安尼你要想清楚，想了比我搁较详细，你才有机会哦。迈步到最后 ，boss 所有的生意是我来接手，到时阵你的权益会受到足大的伤害。可可小姐。今仔日多谢你半时间哦，来甲酒档处长见面。啊，若无酒档处长，真有可能咧新档的面头前会落亏。那是安尼，你要哪感谢我？可可小姐，我今仔是诚心诚意来遮甲你讲生理，敢讲你是要来遮看我笑话？你误会啊，来酒档的，是你伫个电话内底甲我讲你是老酒档的接班人。啊，不过这个我听到的事实有淡薄仔出入，我唔才会把老人找来，希望恁两个董事长会当当面对质。即马结果已经出来了 ，Ryan， 好佳哉你无骗我，啊若无我是受伤哦。会让你受伤的人，唔是我，是周董事长。Ryan， 是毋是你找人伫酒吧外口要假死我？就当哎，敢真正有这件代志？你今晚卖伫个可可小姐的面头前，来拍歹我的名声，有啥物证据？我是律师，有几分的证据，讲几分的话，我就是有得到可可的消息，我才来遮问你。无，我知影你袂承认啦，啊，不过不管怎，我提醒你。这次我是看咧 boss 的面子上，我才无去报警。后一次我无这么简单就准拄煞，所以我希望你哦，莫阁做这种代志啊。啊，若无 boss 若是气过来，会对你更加失望。代志讲到这应该嘛真清楚啊，咱大家就莫阁浪费时间啊。酒档哎，你甲 Ryan 到底想要做老酒档的接班人，恁家己再偷偷啊讨论。我先失陪啊！世界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这个台单你想清楚再跟我联络。再见。Ryan， 我去联络。曾国豪，你敢跳外台？我就是无法度看到你用酒家的名义在外口骗人，我拜托你。爱分手去，莫阁受空受胖。啊，若无，我会甲规个生理场讲，去宣布，讲 boss 生理上所有代志，交我来代理。到时阵，文件若是献出来，你会搁较落去，请你注意。咱就看到最后，到底什么人闹鬼？
册，你等来啊。永成啊，阿你唔是去找新党的龚先生，那会就早回来？看我的表情，你就知影讲了无顺利啊！你安尼敢是假问的？啊，你这尼啊有本事，因哪会敢无买你的单啦？是不是？有人伫迄中咧塞人，超工要祸害恁合作？就是迄个郑国豪，伊伫别人的面头前刁故意讲我无多接班的代志。还佫讲我找人对付伊，伊安尼做就是要拆我的台，害我生意无都讲不起。后盖我若是要对付伊，一定爱想着佫较高明的手段，绝对袂当佫甚物战头害伊低调伊。这个律师，伊本来就无安好心嘛，啊，即嘛又佫靠说恁爸，甲生理拢委托给伊啦，啊，处处咧为难你。啊，这个人要对付伊哦，上好就是害伊无法度讲话。这款也出去会当有落来，我今嘛都来替你想办法。免，你迄一点仔心机尔，你对付啥物人拢是困难的。你只要将你家己的身体养啊好势，将你腹肚内底囡仔顾啊好势，安尼就好啊。唔通一尴尬咧扭我后脚，害我伫咧替你一脚床。我才袂咧，你就是想过顾虑家己的身份啊。连要对付人的手段，拢爱这尔高尚。像这种卑鄙的律师，你就是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伊啊！安尼哦，以后该怎干？你小心，便所就垃圾的，你去扫扫的。我想做就去扫便所啊。啊，若无看你是要吞点啊，还是要啉浓药？上好是变作下狗，莫阁讲话啊！啊，若无看到阮哥规工在底下塞奶，要阮哥甲你同款做出伤害别人的代志。周永琪。你莫唔知头唔知尾，倒来凊彩骂人啦！今仔日是你梦中情人 Ryan， 以后恁阁失面子。Ryan 做代志就讲道理，伊若是对阁无客气，一定是个性做出啥物唔对的代志，伊才会看袂落去。永春，你有听到无？即马规间酒家的人哦，拢去予 Ryan 买酒去啦。你拄则伫咧外面，去予 Ryan 甲你洗面，即马回来时阵，阁去予永春阿哩甲你口说。你若阁唔处理哦，阁怪无老古迄个 Ryan， 有可能连户口拢砍入来啊！你若阁继续塞咯，我著甲你关伫个便所内底，互你三顿来内底食。小心讲了并无唔对，妹，你唔通安尼 Ryan 甲你求一届尔，你对伊著遮尔信任呢？无定着伊是伫你面头前安尼自导自演，咧搬戏啊！你看，爸遮尔信任 Ryan， 刚刚嘛是伊自导自演，安尼才骗过爸。哥，爸是老江湖的，伊会将所有的事业交予一个无血缘关系的人来管理。安尼表示 Ryan 已经经过足侪考验，爸才会这么相信你。你敢袂当看 Ryan 的优点？莫有啥物代志无顺利的伊，你都想尽办法要找伊麻烦。啊，骨你袂到你安尼假死我啦！我是为你好，我知影讲实话足残忍的，啊，不过你爱珍惜甲你讲实话的人。啊，若是像这个规工干那会晓甲你生奶，做出来的代志拢是伤害咱这个家的人，你着真正爱较注意的，因为伊哦，毋是真心咧关心你，你要小心。哎，你即摆是直接甲我点名？我刚刚提醒敢袂用你，你面皮遮尼厚，甚至嘴皮你嘛袂听，你敢有惊人甲你点名？永春。那刚想要替你讲一下话尔，都爱去用糟蹋，我袂讲啊啦。永春，你家己心内哦，爱有算盘啦。若是继续迄个律师，加咱酒家咧出出入入哦，安尼有可能，到时阵规间厝内面除了我以外，拢是去遐困过的查某人，哈嘛可能哦，连公司甲厝拢变成伊的。你搞话收转去，唔准你安尼讲 Ryan。小心讲了无唔对，妹。你真正爱较注意诶！我即摆咧想起来，迄个 Ryan 真有可能是一个爱情骗子呢。无可能，我甲嫂拢真清楚 Ryan 是虾米款诶人。你敢知影，今仔代替心动去甲我见面诶是虾米人 ？Coco。哈，是迄个小查某。那恁又搁安怎
Coco 伫个甲我见面之前，伊应该 Ryan 拍过招呼啊，表示讲啊，即个 Coco 对 Ryan 是偌尼啊信任。你敢知影？买着 Coco 的人伫个社会当中，拢是有头有面的人诶。Ryan 会当和 Coco 这么听伊的话，安尼有表示讲啊，你甲嘉璇所认为这么故意的人，绝对毋是。伊对查某人啊，真正真有一套。我相信 Ryan 一定有啥物专业的方面，和 Coco 对伊无话通讲。Ryan 出现了 ，Coco 对伊也讲话就开始咧使来啊，而且两个人咧讲话啊，安尼目尾来目尾去，佮讲两个捌做伙去饮酒 ，Coco 佮叫啊，即 Ryan 啊是无啥物代志，加减卡断下伊。你讲因两个人无啥物暧昧，尚要相信啦？你敢要信？Coco 佫叫啊，即 Ryan 啊是无啥物代志，加减卡断下伊。你讲因两个人无啥物暧昧，尚要相信啦？你敢要信？哦，安尼看起哦，唔知影是哪一方面的专业，会当和 Coco 这么啊欧露？你莫讲到这么下流哦！无你即马讲看卖啊，是安怎因两个都爱这么暧昧？这我唔知，啊，不过 Ryan 有交朋友的自由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这个人想代志啊，真正是想过单纯啊。这 Ryan 有法度安尼塞人把，将这事业搞脱开去，你就知影这个人真有心机，而且做代志啊，真正真认真。不过伊真正想过贪心，伊一方面跟你交朋友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既然你交给 Coco， 伊就是要利用你甲嘉璇。来稳固伊伫个咱酒家的地位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伊希望对 Coco 那边会当得到新党的事业，那是有机会。啥物人知影伊是毋是会利用 Coco， 将规个世界集团家接落来？参照这款的消息，你也将伊留落来，后摆一定变成真大的祸害。我是绝对无可能留伊的。哥，你即马真正有被害妄想症了，莫名其妙把 Ryan 当作你的敌人。我知影爸将所有的事业交予 Ryan 代理，对伊来讲是足大的打击。啊，不过你敢袂当讲冷静的，你莫做出伤害别人违法的代志。你若是继续搁替起 Ryan 讲话，恁哥才会去受到伤害。我即马口讲完讲，侬也口讲袂叮当啊！你敢袂讲我当西龙啊？恁哥口讲的你都唔听，是安怎？恁哥在听你的呀？你敢希望阮哥行歪路？伊若是做出啥物违法的代志，对你是有啥物好处？你若真正想要看恁哥的面子，去用客气的涂脚踏，你着较敢死，继续替迄个 Ryan 讲话，袂要紧啊！放开，就放开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啦，妹。哪里着听我的话啊？我即摆若是无反应，迄个律师绝对会对我软土深棍。我毋若是要替我家己出一口气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会保护你，莫阁靠近我。即马代志足严重诶，阮哥真有可能真正会对付你。你出事来话，一定要较注意才会用哩。这真正足严重诶，本来吼，我想要去买一杯咖啡。即嘛是叫外送好。我伫甲你讲认真诶，你搁伫甲我讲顺手。无啊，我安尼做就表示讲你的话我有听入去啊。好啦，我收着啊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我安全吼，你也不较轻松诶。我知影你即嘛嘛真烦恼恁哥哥啦。是啊，伊若是又搁做出啥物搁较激烈的动作。到时阵，伊唔来伤害到你，可能阁会还款。啊，若是要惊化伊，甚至去用关，阮全家的人哦，都爱对伊伤心。啊，这个人犯法哦，因哥变的关系啊，拢会对你影响，这是我即马上烦恼的代志。所以你唔若提醒我，你也告劝你哥哥，莫做出让家己后悔的代志。啊，不过阮哥即马听袂入去啊。继续告劝啊！
伊讲你疼惜你这个小妹，你讲的话一定听会入去的啦。你讲了对，我只要会当阻止伊的行为，那安尼我就会当保护恁两个啦。抓到重点，继续。所以我爱点你的身躯边，安尼王哥就会对你下手啊。王哥叫你疼惜我，伊绝对无可能做出伤害我的代志。大家决定，都我来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这是什么神逻辑啊？ 这讲话通啊，你敢有倒位听无？哎呀，啊，不过这吼，我全做袂到啊。我哪有靠你，互你逐工踮我遐身躯边做贴身保镖？然后呢，我工课帮哪做，啥物帮哪讲？我会当做你的秘书啊，我就大心的，想套装嘛就会快。唔免啊，而且上根本的一点，你逐工甲我黏条条。 上紧拍牌是你家庭个人感情，你嘛真有可能因为我受伤害，我无法度答应。啊，唔免下啦，你的好意哦，我心领啊。好，啊为了证明我会当好好保护我家己，咱即嘛用这软体外送软体，我叫名来吃，你要吃啥？吃袂落去。那呢，我家己哦。 喂，Coco，啊，我咧办公室甲朋友讲代志啊，要顺续叫一寡物件来食。公司讲生理，当然有时间啊。温泉会馆，Ryan出现了，Coco对伊也讲话就开始咧使来啊，啊而且两人咧讲话啊，安尼目背来目背去，佫讲两个捌做伙去啉酒。 Coco叫啊，这Ryan啊，是无啥物代志，加减卡对伊。你讲伊两个人无啥物暧昧，啥物相信？我心动，伊若是有兴趣，你对伊去接就好啊，我敢需要去。哦，好，那你我明仔载去接。来。Coco是啥？哦，迄个工作合作的对象。 合作的对象要找你去温泉会馆约会吼？不是啦，伊背后迄个金主哦，想要接手一个温泉会馆，惊有法律的问题，想要找我做伙去参详一下公司 business。这人哦，一定对你有意思。啊，若无明仔载是周末嘞，谁会无代无志用家己小姐的时间来讲 business？ 有鬼！<笑>你用头壳好不好？周末的时阵，温泉会馆啊，生意上好。 要变高是毋是值得买？一定是爱迄个时间啊，是你家己心内有鬼好。哎，讲无两句就想要落跑，你是毋是？哎，拜托诶，我家己两个人哦，踮遮讲遮尔久诶话，我可能会当小叮当者。而且我疫苗自费，小蛋叫诶物件哦，你来请。紧诶，我拜托你，先有看卖到底要食啥，好无？啊，若无，我要出去买哦。 哎，醒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别来追我！玉如，你有要紧无？ 这是病院啊！我等下领导的时阵，发现你昏倒伫咧病所，我就随甲你送来病院啊。我嘛已经通知江导，你来病院啊。手机啊嘞！我要打电话给洪姐。洪姐，你人伫咧倒啊？ 我人无爽快，伫咧病院，你来陪我啦。我知，啊，不过我搁伫咧公司加班，无多马上离开。是哦，你我要等偌久啊？我是无闲了，马上过，我搁再甲你联络，先安尼。玉如，你要去倒啊？我心情无好，我要出去行行，我陪你去。唔免啊。 就伫咧走廊度好了。
我要给洪姐。喂，洪姐，你伫倒？我毋是才甲你讲过，我要伫公司无闲。敢真实嘞？你无骗我？你是我伫遐黑白怀疑啥啦？若是我发现你骗我，我是要安怎？ 是我听唔对去啊！这个不是我上网红姐的袖口，哪会伫遮？ 你伫公司啊？我拄则敲电话给你的时阵，你甲我讲你伫公司加班，结果呢？人煞出现伫个遮，你要安怎解释？你到底伫公司啊？我拄则敲电话给你是讲，我人伫个病院啊，你是毋是听唔着去啊？我明明就听着讲，你伫公司加班。玉容，这种代志一查就知影真正是假，这是袂当骗人的。是讲，我袂怪你。 因为这阵嘛，你的精神状况较无好，会影响你的判断。好啦，既然你拢来病院啊，是安怎无先去看，走来别人的病房？因为我一个朋友拄好伫遐住院，我想讲先来甲看一下，然后我就马上过去找你啊。什么朋友？叫什么名？我那主要甲你讲一下，这位是我生理场上的朋友。 你唔敢讲伊的名，伊是Coco对无？你过来啊！那你甲我讲啊，伊到底叫啥名啊？你唔讲是，我家己去问。护士，你好。海生，请问一下，住伫即间病房的病人叫啥物名？伊叫周杰伦。周杰伦，我甲陈小金呢？ 无你的代志啊！你串通骗人，嘛何解较好个命？我真正无骗你，玉茹，到底要安怎你才肯相信我？我就坐一只等，看这个人到底是周杰伦还是Coco。你别闹好无，玉茹，这是别人的病房，别咁搅了。呀，我坐来等你。 你嘛已经听到啊！迄个周杰伦签出来，你正面讲我有甲讲过，要去看伊。你即马总算是会当相信我吼。正廷，我拄则敲电话给洪姐时阵，你就伫咧边啊。你是毋是嘛有听到洪姐讲伊伫咧公司？无啊，刚刚讲伊是要来陪伊啊。要哪有可能？我明明就……我知啦，你一定是甲洪姐串通好势。 要来骗我，对不？你误会啊！我真正无骗你，我唔相信啊！你一定是咧骗我。你的手机摕出，好看。你看我手机要创啥？我要看你甲洪姐有偷偷传简讯，偷偷通电话，然后徛在骗我。
真玲，玲如，你这要求太过过分了哦，这是别人的隐私呢，哪会当让你凊彩看啊？他说伊若不让我看，就代表是甚物？你好啦，卡叔会当证明我无讲白猜，手机你就摕去看。正题，你根本就无需要安尼做好无？安怎？手机你拢看，即卖会当相信我讲的话啊？敢讲我真正是幻听？玉茹，医生有讲过，你就是因为压力伤大，精神受到影响，所以我们才有幻听、幻觉。你莫想过责备你家己啊！我姐，是的啦。我嘛不知想到我家己会变到安尼，我感觉我根本起笑啊！不待见，不待见啊！你啊，什么拢莫想，我伫遮好好静养啊！伊坚持要住院嘞，敢要请医生来甲讲？无紧啊，顺意而已。你来明天办手术。好，是讲阿姆的伤虽然无严重，啊，不过医生建议讲要住院观察。啊，孕如果需要常常回诊，我是惊讲伊若参像今仔日安尼起怀疑，伫咧病院四界有白撞，到时阵拄着阿姆是要安怎？这你放心，我拄则已经打电话关系。把我妈转去产后护理中心的病房静养，再如果看到怀疑，嘛不可能找去遐。安尼就好，那呢，我想要去办出院的手续。嗯。啊对啊，等下。连明你也摕到药，当我无需要去摕药啊。你去找高医师，我会请伊开一份特别的药啊，俾我蔡玉茹吃。嗯，我知。奇怪，这么晚像你两更。感觉是夜里的，你跟我讲，三公把棺材钉起来，嘛无我都给钉。哎呦，不管我，伊拢要来找我讨命。我姐，我姐你起来了，我姐。哎呦，玉茹啊，是个什么代志啊啦？你这么几点了，你敢知啊？红姐，我伫听到客厅外口遐有怪声，你敢无听到？无啊，这么几个房间遐尔安静着，哪有什么怪声？玉茹啊，你卖来神经过敏了无啦？这么大声着，是不是有人在锁咱的刀啊？玉茹，你是不是身体不爽快啊？乖乖紧睏，别让自己遐尔大压力哈，玉茹。我无安怎啦？我真正听到有声啦。即摆除了你激动的声音以外，其他什么声都拢无。我真正有听到，我听得清清楚楚啦，红姐。你去外口看卖啊！我不爱，我忝到要死啊！我明仔载搁爱上班，我拜托你，你去跟华休困好不好？哎呦，不爱啦！你莫困啊！你声音这么大声，着，万一是贼啦，你敢困得去啊？打一个公差去人厝偷摕物件，不管这么大声，
因为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你莫胡白乱想，较紧休困。还是讲你要食药啊？我摕药给你食好无？唔免啊！还是讲你要食药啊？我摕药给你食好无？唔免啊！这么大声，那亲像有人在弄咱房间的门，你莫跟我讲你无听到，你去看卖啊尔。韵如，你莫如何好无啦？哪有人在遐弄门啦？江宏杰，就算讲我有幻听，你替我去看卖啊，较要紧啊！你莫跟迄个无路用的林志文同款，好不好？你唔通袂记哩啊！你要做世界集团的董事长，还阁扣我的股份哦，无我。就无你，安娜，你是闹臭未？你是闹臭未啊？我知讲你是怕病，所以胡白乱讲话。你敢若想到你家己？你敢有想过我的处境？阮妈到即摆还阁找无人，你敢会袂合？你对伊无了无紧，这我会当体谅。啊，不过将心比心啦。我是一直跟阮妈两个人在相依为命。恁妈出代志，你也要紧，我嘛赶快是要紧阮妈。就算是安尼，你嘛爱要紧我这个太太啊？你讲话是凭良心无？我也是无要紧你，我会带你去看身心科。我也是无要紧你，我四个门人看要改善你的精神状况。韵如，我嘛是人呢，我嘛是有压力呢。就因为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所以我爱把所有的苦拢吞伫腹肚内。我即摆只不过是要好好休困，你不爱好好休困，因为你有病，你要甲我乱。我摕药给你吃，你也不爱吃，你到底要我安怎哈？无要紧，我即摆好在四界顺，顺路相济，我连厝尾地我拢顺了清楚，安尼好无？洪姐，是的啦，我拄则是因为想过着急，才学袂讲话。我不是要找你的麻烦呐，我知你的压力真大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有听到真侪怪声，我会惊。来，韵如，我知你受到精神病的困扰，所以你即马无一天你是。会当一暝困到天光的，当然是神经衰弱啊。医生有讲嘛，即摆这安眠药真安全，若袂怕歹身体，而且还可以当帮助你的精神。你着较听话，药仔食落试看卖啊，好不？好啦。你先倒休困一下，我着来四界巡巡看看吼。莫啦，你莫出去啊！我们家一个人伫遮。不，你即马到底是爱我安怎啊？直接爱我参像警卫安尼四界巡巡看看，即马叫我叫我袂当离开房间，我是要安怎做你才会欢喜啊？好啦好啦，阿无你紧去，紧倒来陪我。本来想你吵到袂困，后来我甲伊讲讲话，就乖乖食药啊。这天你真有天分哦，表现得袂歹。对啦，我叫你准备物件嘞。俺的物件伫遮啦。
你又搁再甲我妈确定一遍啊！我是要伫迄天甲蔡云茹出去穿鞋的哦。有啦，有甲阿姆确定过啊。 红姐，红姐，嗯，哎呀，玉啊，什么代志啊？红姐，你昨昏时阵困伫咧遮啊？我一起来无看到你，我就紧张的，我搁了准讲你发生什么代志的？无啊，昨昏你咪讲叫我四个人顺顺看看的。 啊！我顺了后，本来就要转房间休困，啊，想到讲你甲阿公啥物客厅，阁有怪声音，我就想讲坐伫遮听看卖啊，看伊啥伫咧闭鬼闭怪。到尾你看啥物都拢无啊！啊，我昨日坐，从我困去啊，一觉到天亮，真正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啊！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才困伫咧遮？是啊，你看。 我安尼伫遮坐几暝，你是毋是啥物啥物都拢无听到啊？嗯，拢无听到。对啊，你爱心情放互轻松，啥物拢莫想，无啥物代志。嗯，好啦，你遮坐坐，我来替你准备早顿。哎，红姐，是的啦，我昨昏无应该讲遐话伤害你，我嘛毋知我家己伫咧创啥。 你明明这么要紧我，我搁讲遐重的话，你莫把我想起讲的话，放心肝啦，好不好？我早就已经讲过啊，不要紧啊。你只要真正知影讲我是真心爱你，安尼就好。嗯，我去转早顿。咱做伙来准备啦。红姐。 你头毛烫了哦，你头毛涂骹那拢全头。困头可能无烫鞋啦。那不是你无想啊？你看。 这个脚印比我鞋啊搁较细，这应该是查某囡仔的脚印，这不是我的。嘛，不是我的啊，我有穿鞋，礼拜无穿鞋，礼拜我真清楚啊。你确定？我家己有做的代志，我拢会知啊。例如，医学报告讲，食安眠药可能会导致梦游呢，够可能是你家己梦游，行出去行转来，你煞拢无感觉。 梦游。我鞋仔拢无搞着涂，毋是我的。哪里奇怪啊？这间厝间咱两个人尔，无可能有别人啊。啊，毋是咱两个人的。 啊，这谐音是啥个呀？我甲妈老汉娘一留言，伊总算是敲电话给我了。妈，唔是我妈卡嘞。喂。 哎，是，我先好心。哦，请问你即摆人伫什么所在？哦，我两边出去找你。对方敲电话来，是毋是妈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人讲伊是一个海钓的钓客，伊伫海边啊捡着卖鞋啊，还佫有手机啊。 现场无看到人，伊是照这号码敲过来问看卖啊。无得卡，
妈是无说你，才把物件落伫遐，你莫这么紧张啦。手机啊，甲鞋啊，落伫遐海边，这唔上无说你同我解释。搁再讲，阮妈做人安尼啊，谨慎着，又袂乌白乱带物件。我只是烦恼讲，也不知发生什么意外。你怕什么？要怎做？我先来个代志，不过清楚，你等我消息，我先来准备一下。春婷，我有代志要找你。欢迎光临。玉茹，啊，你遐尼着急找我来，什么代志啊？嘘，你伫电话内底讲也无清楚啊，颠颠倒倒，我真正听无你伫讲啥。你敢有食药啊？你敢知你即马家己在创啥？我真足烦恼你的精神状况嘞。我无问题，我的头脑嘛真清楚。我拄则讲完，叶叶，我是惊电话中有人监听，惊叫我发现。那恁你即马敢会当甲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洪姐雄雄接到电话啦，讲钓客伫咧海边哦，发现着伊妈鞋啊，还佮有手机啊。那恁？因到阿妹下落，也是阿妹尸体，敢有人发现讲伊失踪甲你有关系啊？嘘，去细声的啦。春婷，我是相信你，唔才甲所有代志甲你讲。你出去外面千万唔通乌白讲的。我知影，你是甲我讲阿妹的代志，我唔是随便去找啊，敢唔是？是啦，我知影你甲我斗相共真济。好啦，你甲我讲即个什么状况？我讲当人呢。王姐去了解状况啦，啊，不过伊还袂敲电话给我，详细情形我嘛拢唔知影，是讲伊妈遐尼侪天拢无消息啦，啊，恐惊是凶多吉少。你是惊会出代志？迄当然啦，伊弟妹若万一真正死啊，尸体叫人发现，警方若查落去，查对我这来是安怎啦？你莫家己吓惊家己，等尸体找着才阁讲啊。到迄个时阵都袂赴啊啦。你家己毋是嘛讲，你是去互歹人逼的，你也毋是偷工要害阿姆的啊，无人会怪你啦。啊，不过嘛毋是每一个人拢参像你会相信我讲的话啊。那安尼，你即马拍算要安怎？我嘛毋知影，我敢若希望哦，叶丽梅若真正死，就死较远的啦，莫互人发现。那个西部队长啊，万一那是去用发现的，哎呦，你莫阁讲啊啦，以后代志我都唔敢想啊。刚当卡的呢，王姐，我今麦卡电话来，你是要讲啥？还是跟我讲，你妈去用发现啊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你马上把电话接起来啊，不用的啦。即马这么紧张着，若讲唔对话，洪姐发现伊妈死甲有关系，那恁我甲洪姐就真正结束啊！我袂当替你接，我若是替你接，颠倒去互江党起怀疑。你莫遐紧张，电话紧接起来啦。我无爱啦，洪姐这么友好，伊若知我无救伊妈，佮伊妈害死，伊一定袂原谅我的。喂，江党，我是郑婷。有啦，韵如在我的边啊，等一下哦。喂，王姐。恁当奈拢全听伊？我嘛唔知啊，早起无代无志出现呢。迄只有可能是叶丽梅遗物诶，你无感觉这顶头的土甲土脚的土同款？啊啊啊啊啊
真正是，真正是，叶丽，你的跋落去拢是意外，不管你是生还是死，我拢无可能让你交了外姓。你的女婿拢是因为你骗囡仔的功力，真正太厉害啊！啊是你认为你无迄个能力，所以你破袂起这个坎。孟老师，迄间哥哥每次来找我做，咱都会讲话，所以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他。所以，伊甲吴主任站起来。珊珊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。 是讲，安怎真正介意你？嘛无法度阻挡啊，敢毋是？我毋是已经把窗仔门关起来，是我记毋着。是啥手机仔咧叫？我毋是已经把物件当掉，是咱个物件当家己走倒来。 心底，心中充满你的美丽，疼你的心，爱你特别多。 甘心牵手背，风雨经过，又是一轮明月。爱到底，心凄迷，甘愿来受罪，阮永远无后悔。用一生来入世，听你说你。 爱你一个，今生有你陪，甘心牵手背，风雨经过，又是一轮明月。